牌路透，1月14日，周深在央视大楼前现身，参与龙年央视春晚彩排。哎呀，这把这个照上来。周深，我的妈！2024以来，跨年才过去，周深又踏上新的劳模之旅。不仅在微博之夜同天参加百花迎春文联春晚录制，隔日也就是1月14日晚，又抵达央视大楼参加央视龙年春晚彩排。这样的行程虽然看似周深的常态，但在我们看来还是不得不赞叹，越优秀越努力，期待周深在今年央视春晚上的精彩表现。小编还看到网友评论，春晚只要有周深在，我家电视机年30就得看一下了，唱什么都好，一切顺利。还有网友评论说，我要赶紧去修电视机了。周深其实已经参加过两次央视春晚的演出，2021年和张也合唱《灯火里的中国》，去年参加春晚演出演唱《花开忘忧》。我每一生都会张开记忆，感性的空间，每做一个梦是时空偶尔的重叠。你好吗，回首的人啊，请帮我相爱到剧中。谢谢，太陶醉。好运来，我们好运来，迎着好运星光发达同四海，祝大家好运来。同四海，居然给你合唱了。今年不知道唱什么，最大可能会唱我已渺小爱你身边浮光，你猜是什么歌呢？不管唱什么都很期待他的舞台，跟我一起唱浮光吧。昨天周深在抖音更新了，邀请大家一起来合唱歌曲《浮光》，这活动迅速引发了广泛关注和参与，让人们再次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和情感的共鸣。视频一出就上抖音热搜榜了，而且还是在挑战榜第一。首充满力量和希望的歌曲，歌词深情而富有感染力。周深作为一位实力派歌手，用他独特的嗓音完美诠释了这首歌的意境。他的声音如同温暖的阳光，穿透人心，让人们在音乐的海洋中感受到了无限的美好和力量。挑战不仅展现了周深的音乐才华和影响力，更让人们看到了音乐的力量和情感的共鸣。通过合唱的形式，不同的人们聚集在一起，用相同的声音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。这种情感的共鸣让人们在音乐的海洋中找到了归属感和共鸣，也让音乐成为了一种更加有力量和感染力的表达方式。米子们快去合唱吧。浮光是2023年12月31日上线，现在已经破90万的收藏了。
最后想说一下，周深获得2023微博年度受欢迎歌手的荣誉，这个殊荣可谓重量级的，能在众多歌手中突围而出，获得受欢迎的肯定，可谓国民度至高的表现。周深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嗓音，强大的演唱实力和过人的综艺能力，无论什么歌曲经过他的演唱，就会有一种让人陶醉的味道。无论哪个舞台，只要周深出现，就会是精彩的表现。无论综艺、个人单曲、演唱会、音乐节还是各大晚会，周深在方方面面都有着优秀的表现，在微博之夜获得年度受欢迎歌手荣誉，实至名归。周深，微博之夜最开心的歌手，为您呈现到这里了。开心走红毯，红毯显眼包，周深太可爱了。为了麦克风，直奔显眼包专区。喜欢麦克风的关系啊，因为周深大家知道歌声非常的动人心脾。开心签个名，周深签名想开了倍速，帅帅的拍个照，见到好朋友了，拥抱一下，红毯离场小花絮，开心转个圈再拜拜，与朗朗共同合作表演。繁星璀璨的天空和茉莉花，吟唱好美好好听。唱完了，过去找一下狼哥。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茉莉花。哎呀，差一点撞上了工作人员，和狼哥一起下台，这次没迷路了。掌声送给朗朗。世界那么大。是短短的一偶像来找我聊天了，好开心。爱你呢，谁在少年团的弟弟们，来击个掌吧。哎呀，最后一个没拍到，有点尴尬。让我们掌声送给我，开心领个奖。好，来王宇，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发表感言。又站在这个台上，然后也希望呢大合照，我们想站在一起，大家还在安排措辞是不是？好开心，来拍一个吧，天，开心给我的生命打个招呼。对，我们两侧再挤一挤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下班了。周深，周深，新年快乐！快乐！从那次跟你的视线是了解，为什么舍不得熄灭？我逆着光。